这张续费哈，这个应该没有问题哈，所以我们把上方这一张哈点魔术棒。那我现在是要把白色去掉了，就是人留下来，所以我点一下魔术棒，是不是全取啊？容许度，你看记不记得？白色让它更白一点，就是纯白。所以 Ctrl V 取消全取，那连续的勾起来，把它眼白都不见了哈，点，有没有很干净？然后这边是有手，这边在加哦，所以用加增加选取区，然后再加把这个加进来。好，来，我要去掉哦。怎么办？刚交是反转，然后 Ctrl 再出去。这边是要把白色去掉，其实你直接按下 Delete 就好，因为你现在选的是白色，听懂哈？啊，你把白色去掉就好了， Delete 就可以了。好，好，来取消选取 Ctrl B。好，所以我们现在两个重叠在一起的时候，上面的地方则是我的这一张图，那下面的话就是这个底部。OK， 好，两张图叠在一起。好，再来，那两张图叠在一起以后，我接下来动作是。我要利用遮色片让这两张图有重叠的效果。好，我们来讲遮色片。好，那遮色片是什么意思哦？首先我们先做一下说明哦。老师先开一张图片进来，我随便开一张图进来给同学们说明一下下。哦，我随便找一张图哦，比如说这张好了。嗯，好，我先有一张程式的图片，那 Command J 我们先复制出去。好，先把背景关掉，来，然后给一个白色组成。就是有白色的底，好，用油漆桶回去黑白色着色，好，那因为着在组成二，好，来你看哦，这两张图叠在一起的时候，上方这一张图啊，我们要设定透明度，透明度，那透明度怎么做？透明度一定是上面这个不透明，直接点，整个都整个透空掉，可是它会变成整张，听懂老师意思吗？好，但老师现在不要，老师要是局部有，局部没有，局部看得到，局部看不到。那刚才是都是利用去背的方式来处理，可是去背的方法有一个问题是，如果你要后悔就不行。像刚才跟我讲，青蛙选太多要回来，我们刚都已经剪掉了，对不对？橡皮擦都擦掉了，你怎么让它回来是不行的。所以这时候你可以用另外一个方法，就是遮色片。那什么叫遮色片？好，来看这哦，我在图层一的地方下方这一个图层面板的这一颗。这一颗就是遮色片，所以呢，当老师点了这个遮色片后，我的图片的旁边温度的这一个区块，那这个遮色片就是你所谓遮住颜色嘛，你要在这个遮色片上着色画画，给什么颜色都好。那原则上就是两大色，第一个叫白色，第二个叫黑色，中间就是灰度值嘛，好，就是没有那么白，没有那么黑，白色叫做。看，要看，看得到，看得到。黑色叫看不到，就是透明。当它是靠黑色多一些，就是透明；靠白色多一点，就是看得到。好，它是什么东东啊？来，你看哦，我点笔刷，然后老师的笔刷图示随便选。好，你看哦，老师笔刷图示随便选后哦，再来大小可以调整 ，OK。我这一个图啊，请问我现在的颜色是什么？我笔刷的颜色是什么？就是黑色。黑色是看得到还是看不到？看得到啊？什么？看不到。OK， 来，要注意哦。你滑鼠如果点图片，那就是刷黑色，来刷颜色给他了，就真的是刷颜色给他，这老师意思吗？哎，这颜色不是很干净哎，我们重新就是让它回回来颜色。它不是很干净嘛，就是你就直接着在颜色上面的，这是不对的哦，不对的哦。好，再来哦。如果我点图层的遮色片，再刷一次黑色哦，黑色哦，刷，对吧？那因为刷上去的颜色，你看我的不透明度不是实色，所以它就是淡淡变灰度值。来，能够乖乖的，好，来不透明度多一点，再次哦，不见了。好像删掉它了，知道我的意思吗？可是它其实是在的哦，它是在的，它好好的、哦。我透过这一个遮色片遮住颜色的片子，让它显示看得到跟看不到，逻辑上听得懂吗？好，所以这时候如果我要后悔，我只要把这个遮色片删掉就好，它又回来了。那不套用哦，删除即可。再次哦，增加遮色片。好，来，我还有另外一种技巧，我们先用油漆桶着黑色，全部看不到，没错吧？用笔刷调白色，那这个时候你可以选好看的刷子，
你可以选刷子、刷头，像这种刷子，好，不同的味道的那种刷子哈。那这个刷子要做什么？你就可以这样刷。有看过这种作品吗？对，就是这样做出来的，它就是遮色片。逻辑性你懂吗？就是遮色片的技巧。OK， 知道意思哈、哦。好，再来，那遮色片可以玩单张，也可以两张叠，两张叠。好，什么意思？老师把这删掉哦，这删掉哦。好，来取消，不要套。我现在是虽然开这个背景哦，可是我因为把它复制出来，所以我可以这样动。好，例如说我一半是这张城市图片，好，我要再放入一张图片哦。在放入图片置入，置入嵌入的智慧型物件，我们再一张，这张好了。好，来，当老师先要两张图片，我想让他们两个重叠在一起的时候，等一下哦，好，过来重叠。如果你图片这样叠，就是很丑嘛，就是两个叠在一起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这时候你们应该有看过很多海报，会有融合的效果。两个颜色叠在一起，会有那种渐层淡入淡出的感觉。好，就是用遮色片做出来的。可是你要记得、哦，如果要做这种技巧的时候，第一个图层一要过来一点，他们两个要重叠处；图层二要过去一点，听懂吗？它中间这里，这边必须要有一个重叠的，看到没？它这边必须要有一个重叠的位置，这边做渐层。来讲，这边做渐层，好，来，所以我现在的树林是在上，好，树林在上，老师选这个树林，然后按下遮色片 ，OK， 树林的遮色片要做什么？利用学过的渐层工具，颜色一样，确定一下不透明度要满的，好， 100%， 好，做什么？刷，好，刚刚反向，对吧？我这样刷过来是不是变白色到黑色？黑色看不到，反过来了吧？我要这边看不到。再一次刷，好的，有看过这种作品吧？很多海报很多，但是素材挑选很重要。你挑两张都是蓝天的，叠在一起就很漂亮，知道我的意思吗？你就会互相叠，看你怎么叠法，呈现的味道都不同。甚至鱼啊，你看我点这一张图，我让它满版，就看你技巧怎么玩。比如说我再让它叠回来，好，那这一张图片，老师故意让它在下方也可以，不够高哈，下方。来，假设在下方一样的，你点这儿，透过遮色片，好，这个渐层哦，像是黑到白嘛，你可以先试刷一次，对吧？试刷不对就反过来，这样就好了，反过来。然后你这样刷之后，它这边是不是有叠在一起的感觉？可是这边是不是感觉很硬？因为你的渐层一次只有一个方向性，你就用笔刷，笔刷，再叠，好，笔刷用黑色。刷掉它们，知道我的意思吗？这就是遮色片，老师想要强调就是遮色片。目前有没有问题？确定听得懂？可以哈、哦。你们要练习吗？还是我直接讲那个人头了？练习一下吧。啊，没有图片，那个你们电脑里面都有图片，随便抓一张图来练看看。好，试一下。这叫遮色片，很好用哦。很多作品都会用。